胜利投手瑞安 EW0L， 败战投手赛格威 0W2L， 胜利打点高志刚 ，MVP 罗果龙。第九局，九局上兄弟更换投手吴哲元、郭富林及除内野滚地球，唐兆廷中外野方向飞球遭到接杀，不过下棒高志刚破四坏保送，黄恩赐三垒边线强劲内野安打，刘福豪内野滚地球，三垒手接球传一垒刺杀。九局下统一更换投手王敬明，曾陶荣先敲出三游间穿越一垒安打，吴明宏也敲出左外野一垒安打，林书义也击出右外野一垒安打，兄弟无人出局攻占满垒，王敬明又在此时时发生爆头，曾陶荣轻松回本垒得分，王维成敲出内野滚地球，二垒手接球传向一垒刺杀，一出局三垒跑者回垒得分，代打陈子豪敲出左外野安打，兄弟再追一分。统一再次更换投手邱浩君，周思齐敲出落点巧妙的一垒安打，张志豪内野滚地球，二垒手接球失误形成满垒，彭正敏敲出游击方向滚地球，一垒跑者遭刺杀在二垒，不过三垒的跑者回本垒得分，兄弟8-9剩下一分落后，苏伟达内野滚地球，二垒手接球传向一垒刺杀，三人出局，比赛结束。第八局，八局上兄弟更换投手江中诚，先三振掉了潘武雄，苏志杰击出右外野飞球遭到接杀，代打的邓志伟游击方向小飞球遭到接杀，三上三下。八局下统一更换投手江成峰，再度让兄弟三上三下。第七局，七局上兄弟更换投手陈虎，唐兆廷击出三垒上空飞球遭接杀，高志刚敲出左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黄恩赐吞三振，不过下棒陈仲宇敲出中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狮队再添一分，9-4保持领先。七局下统一更换投手林奇伟，先让王威臣击出游击方向滚地球遭刺杀，陈江汉又敲出左外野飞球遭接杀，周思齐滚地球，一垒手接球传给补位投手刺杀，形成三上三下。第六局，六局上潘武雄左外野方向深远三垒安打，苏志杰右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。六局下苏伟达敲出投手前滚地球，投手接球传向一垒刺杀，曾陶荣击出中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不过统一先发瑞安稳稳解决接下来的两名打者。第五局，五局上郭富林率先敲出中外野二垒安打，唐兆廷内野上空飞球遭到三垒手接杀，下棒高志刚则敲出二垒方向反弹球遭刺杀，不过郭富林推进上到三垒，黄恩赐敲出左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助狮队再添一分，罗国龙次打球退场休息，更换代打陈崇宇中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再带一分打点，狮队7-2又拉开比数。五局下近况火烫的王威臣又敲出中外野一垒安打，陈江汉吞 K， 周思齐敲出右外远深远飞球，右外野手陈崇宇接球失误，王威臣回本垒得分，打者也跑上三垒，张志豪敲出游击方向滚地球，游击手接球传向一垒刺杀，周思齐回垒得分，兄弟这个半局追回两分。第二局，二局上郭富林先获四坏保送，唐兆廷再补上右外野一垒安打，打跑战术成功，郭富林上三垒，高志刚右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下棒黄恩赐牺牲触及成功推进跑者站上二三垒，罗国龙又补上右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狮队再添两分，吴杰瑞一棒轰出左外野两分炮，让狮队取得5-0领先。高志刚敲下狮队首分，记者廖耀东社。罗国龙敲下二分，记者廖耀东社。罗国龙敲安送回垒上两名队友，记者廖耀东社。吴杰瑞敲出两分炮，记者廖耀东社。
吴杰瑞敲出两分炮，记者廖耀东社。吴杰瑞二分弹，记者廖耀东社。吴杰瑞二分弹，记者廖耀东社。二局下，统一先发瑞安也碰上乱流，先被彭正敏敲出中右外野深远安打，站上二垒，下棒苏伟达又敲出适时的安打，送回垒上跑者，中信兄弟追回一分，曾陶荣也补上安打，兄弟无人出局，攻占一二垒，吴明宏敲出投手前滚地球，投手直接传向三垒封杀，林书一本垒后方飞球遭到捕手接杀，不过王威陈敲出阻碍也是时安打，兄弟二比五落后。向王威臣前二局上场，二次均敲安打。记者廖耀东社。第一局，一局上，罗国龙击出右外野方向一垒安打上垒，不过接下来兄弟先发赛格威马上回稳，三振下棒吴杰瑞，又让潘武雄击出高飞球遭接杀，虽然触身球保送了苏志杰，但下棒陈永基也遭三振。向阳投赛格威，记者廖耀东社。一局下，王维臣面对师队先发瑞安击出中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陈江汉界外飞球遭到一垒手接杀，跑者成功到上二垒，不过下棒周思齐遭三振吞 K， 张志豪击出飞球遭接杀。施阳投瑞安，记者廖耀东社。先发打序，